由交通部观光局办理的2021年台湾经典小镇 3.0 评选，以自行车旅游年为主题。莺歌区公所团队整理近年建设成果，还加强凸显莺歌人文风土的友善亲切与待客热情，获得评选青睐入选。我们莺歌是以陶瓷文化来著名，那我们莺歌也有步道还有脚踏车自行车道，都可以说非常的漂亮。受证当天，由莺歌区长施明慧带领公所团队接下这份荣耀。当天在现场也展示了莺歌的特色陶瓷莺歌饼，知名餐厅的首路菜。其中我们莺歌的特色公园不仅是在地居民常常来游玩的来休闲的一个场所，更是大家都慕名而来。比如说我们的永吉公园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花海可以来供民众来拍照打卡，那民众来到这边都可以带着小朋友有不同的经验。那我们最近的豆豆龙公园也是小朋友非常好奇也非常喜欢的一个特色公园。想体验今年小镇之美的好朋友们，不妨趁个空档来趟莺歌，走读莺歌自然风光，细赏在地陶瓷文化艺术情怀。记者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